OK， 所以贴保护贴有几项工具就 OK， 那贴，那我贴保护贴，那我贴保护贴也贴还蛮多次的，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工具，就是要有这种隐形胶带，这真的是超级必要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个干净的擦拭布，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擦拭布也很棒，就是你可以擦镜头啊、擦相机，哦，擦镜头啦，主要是荧幕之类的，怕刮伤了就用这个东西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。好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吧。那我们先来画一下我们的大概的大小，来裁切一下我们的保护贴。